哦，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猪猪侠就不用烦。哦，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之谜。哎呀，蜘蛛！菜鸟。哎呀！哎，真是简单的任务啊！你们真是卑鄙啊！五灵卫变身！呀！哎呀！来试试我铁拳的威力！哎。年轻人就是喜欢自吹自擂，不自量力。去，你们俩给我教训教训他！什么？这么慢的速度，真是要笑死人了！拉吧，你们俩好好的干掉他！这样瞄不准呢。我的无敌火箭炮！火焰鹤，你刚刚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这种炮枪太重了，我根本无法瞄准。哇！哎呀！看我的！哎呀！逃得可真快呀、什么武林啊，简直不堪一击。相信只要这东西还在我手上，你们就不会放弃自投罗网的机会吧。真是的，我说，你们这样看着我，让我压力很大呀。迷糊老师，我们被你的新武器给害惨了。就是。大概情况我了解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真是好奇怪呀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分析分析你们五灵甲的来由和构成。据我观察，你们的野兽型五灵甲应该是很早之前的产物，这类型的五灵甲是有很强的成长属性吧。青蛙都比我有学问呢。成长属性，没错，猪猪侠他们的五灵甲以现在的技术发展程度看来是很弱的五灵甲了。优势是他们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成长性。没错，
野兽型五灵甲擅长肉搏格斗，并不适宜加装沉重的火器。之前我一味地追求这些，根本是画蛇添足啊！啊，你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青蛙！快松开我，我不能呼吸啊，呼吸！小青蛙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你神在哪知道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既然迷糊老师的武器不适合我们使用，那我们就放弃武器，直接以自己的能力去对付怪兽嘛。对，等等，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相信我。豬豬班童话里做英雄，豬豬班热血心中流动，豬豬班一起向我施加熊。神木园，火焰鹤，冰封路，迷糊老师，我的呢？我的呢？这个嘛，我查阅了所有的资料，都找不到你的五灵甲的详细记载。你的五灵甲的材料和能量核心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呢，也无法找到合适你的材料去制造武器呀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真的很奇怪。要不，小猪猪，你牺牲一下吧，把五灵甲脱下来给我研究几天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目前的爪子也蛮好的。放心吧，菜鸟，没有武器你也依然可以当好一个后备队友的。哼，什么后备，就算没有武器我也不会认输的。放心吧，小猪猪，只要你继续努力，总会发挥出你五灵甲内隐藏着的真正力量的。好了，我们花费的时间太多了，得赶紧去解决暗灵卫，夺回魔法宝物吧。好的。等等，听到你们刚才所说的暗灵卫的技能，或许你们还需要一个小道具，相信我。小心有埋伏。你们终于来了，看我的催眠铃铛，哈哈！听从我的命令，你们这些弱者，成为我的仆人吧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我们早有准备啦！居然戴耳机，你们耍诈！铃铛怪，快投降吧！哼，我是不会放弃守护者王冠的。出来吧，仆人们！上！只会躲在别人背后使阴招的胆小鬼！铁骨断钢绳。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说到坚强，他是一级棒。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中二分子一旦见到他。他很简单，他最爱
战地碎岩拳。好玩的还想跑？哼，看我的焚天凤凰。狙击般童话里做英雄，狙击般热血心中流动，狙击般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没事，等他们醒来自然就恢复了。果然五灵甲的属性值上升了，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，我真是太马虎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经过这次战斗，你们的五灵甲又成长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了，我要跟你们道别了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无私帮助，你们的品格让我钦佩，像是在未来某一天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们都成为伟大的五灵卫。再见了。你也要加油啊，小青蛙。菲菲小姐，您解开了我身上的诅咒。诅咒？嗯，我也是直到诅咒被解开的时候才想起我是谁。我曾经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王子，也是国家的学者。由于我拒绝和一个魔法师合作，魔法师对我下了恶毒的诅咒，把你变成了一只青蛙。没错，幸好有守护者王冠，他给了我一个解除诅咒的机会。就是有一位善良的姑娘愿意给我一个真诚的吻。啊，什么？你竟然吻一只青蛙？哎呀，真是太难为情了。既然诅咒已经解除，我也不必再留在这儿了。那你打算去哪里呢？我要游历各国，继续探索五灵之力的奥秘。放心吧，他们两个可以保护我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再见了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而我是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